自从郑繁星在生日上翻车了以后，就总会被 Q。 先来看看翻车现场吧。呀，我太难了。来看看都被谁 Q 了。那陈啊，我不能像郑繁星一样把这蛋糕给扣脸上。被拉住，没事，我坐的沙发没关系。对不起，我坐的沙发，我会小心的，我得做个心理建设。你怕你自己端不起来？对，我怕我变成跟繁星一样的结局。你别笑，发现你这个椅子是绝对倒不了的。我怕突然。结尾彩蛋同样翻车的朱赞锦。搞错了，再来一遍。就这个是吧？那也算 OK 了吧？岁岁平安，是因为这个姑者他破不了网。你别笑！哈哈哈，我这到底是粉了一个什么沙雕剧？小红书。